teeth.在沙漠边缘还真是有点少见。此地与别处不同，200余年来，从珞珈庄到银辉堡一带，不仅水源丰沛，而且时常会有降水。哼，那住在这附近的人真是幸运。是啊，却不知为了这份幸运，有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不舒服。 忽然有点怪怪的感觉。也是，你要是哪里难受，早哭出来了。高兴了舒服了就笑，伤心了难过了就哭，这不对吗？不是不对，是很奇怪，没人这么大了还这样。哦。唉，算了，你这个样子我也习惯了，走了。 先干掉你！
别！难道有人遇见了洛管事说的野兽？姑娘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你相信我。闭嘴！敢占我便宜，非弄死你不可！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求求你让我上岸吧，我不会游泳。洛兄，男女之间的事咱们就别插。鞠公子。鞠？温养托他照顾的那个人吗？鞠公子，发生何事？洛家主。滚！敢多管闲事，我就宰了你们。姑娘，在下洛昭言，是洛家的家主，这位鞠公子是我的朋友，不知鞠公子哪里冒犯，让姑娘如此动怒，我这里代他赔个罪，请姑娘原谅他吧。代他赔罪？好啊，你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，我就原谅他。姑娘，这也不关他的事。姑娘，你这未免强人所难了。不敢，那就别当我挖他的。姑娘，你老想挖他的眼睛，是不是在水里的时候被这家伙撞见了？那又怎样？我可不要和这种没用的家伙扯上关系。按我们的规矩，遇上不好了结的事情，谁强就听谁的。我就是要挖他的眼睛，不愿意，有本事就胜过我。鞠公子，你真的？我只是想洗个脸凉快一下，根本没注意到河心有人，刚听到有人声，就被踢到河里了。河心？今朝，他这样是不是算色狼啊？我们还帮他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眼睛不好，离得远一点就看不清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什么都没看见。这是急。五。三。还真是个睁眼瞎。姑娘，此处与核心相距甚远，鞠公子的眼力不可能看到那么远。那又怎样？说句没看见就想算了？当然不能。起，把他弄上来。哎呀，看你长得老实，居然是个色狼。快叫疼。这位姑娘长得这么美，你没看清是你的损失，冒犯姑娘就是该打。哎呦，够了，少做戏了，当我白痴啊。姑娘不止人美，还七窍玲珑。姑娘，你先消消气，咱们罚她点别的吧。她的眼睛我非挖不可。姑娘，此事确实鞠公子有错在先，但他也是无心之事，而以他的眼力也，姑娘想让他受些苦楚也是应该。若是姑娘愿意，我愿代鞠公子自断臂骨谢罪。但姑娘如果执意要挖人双眼，我洛昭言也不是浪得虚名。看来是非动手不可了。昭言，别担心，我们帮你。洛家主，不必这样吧。这位姑娘，我。那个，我，哼，真没用。你倒是不错，我硕玄最喜欢有胆识的人。好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今天就放过他。多谢姑娘。讨厌的家伙。嗯？
娘，寿玄姑娘。姑娘，寿玄姑娘，下次再走进我十步以内，我就让你粉身碎骨。寿玄姑娘，人家都要挖你眼睛了，还这么舍不得。其实你刚才看了人家，没有？还装傻？真没看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在河心？你是被他踢到河里的，照理说不该以为他就在河边吗？我不是有意的，而且我的眼睛真的不好，就模糊看见河心冒出个人影。然后人影一闪，我就被踢进河里了。唉，离骆家庄还剩小半天路程，我们先休息吃点东西。好啊。赶紧去跟骆兄道个歉吧。骆家主，对不起。鞠公子，你既然对硕玄姑娘确有无礼之举，就该坦然承认，由她处罚。如此撒谎逃避罪责，实在不该。是。鞠兄弟也是无心的，再说凭他的眼神看了也等于没看，当然看了就是不对。不过那位硕玄姑娘都已经答应算了，这件事啊，就此打住吧。鞠兄弟以后记得小心不要再犯就行了。哎，天还真热，我们下去凉快一下吧。我刚从河里爬上来，就不去了。我早习惯了，倒不觉得热。我去。你玩起水来半天上不来，就你一个人，还是算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可以吃东西了吗？月姑娘饿了，我请骆管事准备了一些银辉堡的特色小吃。好香啊，这个葡萄干也好甜。对了，还没为你们介绍，这两位是月金昭和月琪，目前正在帮我调查起魂邪教之事。这位是居十方，与温兄和明姑娘一样，自中原正午盟来。温堂主已经回中原了，居兄弟留下是为了调查邪教的事吗？哦，那些事我干不好的，我来银辉堡是想找一样东西，刚好阿养和明姑娘要来，我就顺道和他们一起来了。是何物？若是罕见难寻，不妨由我骆家帮忙寻找。其实也不算太稀罕，这是出自西域的铁杨木，质轻而坚，风干50年以上的老木更是轻如鸿毛，坚如石铁，最适合机关造具用。之前我曾经尝试用樟木、榉木乃至檀木制造机关核心，
但不是过于沉重，便是无法承受机关运作时的力量而变形断裂。后来我偶然从西域商人那儿买到几块铁梁木，发现它的质地胜过其他木材数倍，只是木纹粗糙，容易卡壳磨损。不过我试验了很多次后，发现只要用二分玉漆树脂混合八分铁脂留在表面，就可以既保有木质坚韧，又保证表面光滑。之前我尝试过在铁梁木表面留了一厘铁漆之后做成核心，成品的机关坚持全负荷运作了半个时辰之久才散架。要是能有更多的铁梁木，就可以做更多的实验，我的机关一定能够成功，到时我的机巧堂就名副其实了。机关是什么？哦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这个还挺可爱。哇，还会动，这是你做的吗？真厉害。它叫豆包，还可以战斗。有铁阳木就可以做很多这种熊吗？应该没问题。那我帮你找，你做一只给我，成交。啊，这我其实还不会做呀。谁竟然主动接近第一次见面的人？别麻烦鞠公子，改天我给你做个别的玩意儿。可是这个好有趣。那个铁阳木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找的。据说有种飞鼠每年这时节都会迁来金翠洲安家，他们经常收集铁阳木做窝，可我找了好几天，还试过拿吃的引他们出来，结果都没用。这样什么声音？啊，吃的。哎，等等，他抱着的那块木头不就是铁阳木吗？不会吧，这么巧。快抓住它就可以做熊了。就让他自己给我们带路吧。鞠公子，你之前是用什么当诱饵的？馒头。难怪我看到银辉堡的那些大风车，没忍住要他们拆了一个给我看里面的构造，结果就没钱了吗？
逮住你了，把吃的还我。这些是？鞠公子，谢某大人。Thank you.
当强盗还敢嚣张，这下老实了吧。吃的摔烂了。今朝说过，抢我们的东西就要有被我们加倍抢回来的准备，你把吃的弄坏了，就算被我们吃了也不能抱怨。还挺可爱的。我看这次就先放过他吧，毕竟他也一直没有伤人。但你今后若再骚扰行人，我绝不轻饶。鞠公子呢？这些都是上好的陈年铁阳木啊，有这么多太好了。那可以给我做熊了吗？啊，不不不，其实那个还要很多别的材料才行。齐，既然鞠公子不方便，就别为难他了。不是，既然已经找到铁阳木，鞠公子准备这就回中原吗？此处离洛家已经不远，鞠公子如果无事，不如先来我家中小住几日。那就麻烦洛家主了。洛家一向欢迎朋友。算了，这些吃的反正都烂了，就给你吧。反正到了洛家，就有好吃的了吧。